悟空凌空，陈子涵经理讲下。脑保的话，一般来讲，它就有分成生老病死。今天早上就有一个那个，一个客户卡袂好，伊甲我讲，伊叫男主喊，大家叫男主喊，然后叫陈子涵，忘记自我介绍一下，陈子涵，然后陈是耳东陈，然后孔子的子涵用的涵，然后台语的话要念破音哦，不能够念正常音，我们讲话叫台湾国语，要念男主喊，那念快一点叫男主喊，对，也在操场，小姐嘛，做经理员，男主喊男主喊进来，进来做掉这个代志，我想讲奇怪，什么代志？叫着人讲讲吼，伊讲我即摆吼怀孕啊嘞，安尼啊，我讲我够好个呢，我讲你着好感觉未？伊感觉这足重要，啊伊着讲吼，我加了报啊，我讲台长吼，伊是会员，我还袂记这代志安尼，然后想到爱叫伊加了报哩安那，因为如果说在劳保的部分来讲吼，女生占有很大的优势，这是男生拢无，其他女生倒有。本来刚要给大家看一个影片，结果那个影片可能播放会有一点点问题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直接看播影片没关系。那我先把前面这个讲完。这个起码以这个为了来讲哈，因为什么这是女生唯一的优点，你知道不？生命两个怎么动？男人跟女人谁会拉肚子？男生。真的吗？哇，你真特别呢，因为我男生都会拉肚子，拉得很好。嗯。尾鱼肚对不对？我总是这样，男生都一定会有尾鱼肚。可是如果说生育的话，因为他在测试啊。没有关系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好了吗？早产这个是做不独好，所以才安尼。那当然就是一定最少要。
大家。所以说呢，那个在座的男性也要注意听一下，如果老婆哈，老婆要生小孩的时候，爱去香港二二，爱当生哦，啊无红包钱减太多了嘛。哎呀，上面红包好像包好，咱生囝时阵，加加嘛包一两千、两三千块一节，对不？哎，啊无，即摆起码搁都贵了。啊，不过呢，老婆就上少送一万起跳，红包钱够多，所以讲一定要改念，政府的钱一定要给，无啦，先不讲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走下去，就是看到这是病的部分嘛，哈。在病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哦。普通伤病，好，伤病给付，伤病给付起现在的是，我们只要我们是有劳保，一般我们有健保的话，看门诊就是付挂号费，他付一般的费用而已，就是可能部分负担在那个里头去。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，那像那个如果说住院第四天开始哦，第四天起，哦，那劳保我们可以申请劳保的住院津贴费用，哦，不用买一般的商业保险就会拥有这样的权利，但如果买商业保险，第一天就开始。但是当然是不一样，哦。那举例来讲，段友刚啊，得过心切，也当签等刚想哈，以五减二嘛，因为第四天开始算，哦，五减三等二，哎，阿妹，都了解这个吗？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再举例看到这边来讲的话，好，哦，这边写住院第四天开始哦，第四天开始发放，你们讲义当然也是有，可是看这个图比较漂亮，讲义写黑白，然后还有可以看到我，那会更好。那我鼓掌起来。好，继续往下走。哦，假设平均月劳保薪资是3030，住院30天，哦，以50%发放，想要50%，但你赶紧扣，想要50%，哦，可以领13635，段以上的钢筋啊就敢扣了。哦，按哥呢，以计算公司里的，为什么可以领13000多而已？哦，钢筋啊出去了，按哥嘛是有领。哦，这是劳保给出来的，就是按你投保薪资除以30，除以日薪，这个日薪啊，哦，一个月的30天除以日薪，啊，乘以50%的薪，因为我们以劳保，我们只要是劳保要申请的话，是我们日薪的一半。哦，假设我一天是8块的币3万，我欠的1300，那3万好就直接3万没借啊，给电话弄好。哎，当乘以27，为什么这个是27？打包票减三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就是减三，所以才会乘以27，那得出来答案就是这个。哦，那所以说大家对这个部分都很了解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好，哦，那一般来讲的话，谢谢。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听啊，别人讲过无？讲哎，按哪种讲用劳保，按劳保那种劳保身份就医，就不用用健保卡，有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按哥呢？阿忠公，哎，是因为有发生职灾的状况哦。什么样的状况会发生职灾？那蛮灾啊。那么我确定那是职灾。五哥，职灾的定义其实很简单。像一般来讲的话，像以我是在富邦上班嘛，所以公我只要身上随时带着我的药保书，哦，带着信用卡申请书，哦，只要有相关公司的物件的书来炸来就对了，免炸就保护你，炸是丁丁就好啊。然后24小时之内，只要发生了，比如说意外啊，可能会调多半的产，所以我不要调多半，啊，不有可怜，哎，安尼，哦，类似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，哇，没有好可怜。那这个时候只要去就医的话，就算职灾，因为我是在工作的时间，哦，职灾的定义是这样子。那像一般像我们的会员来讲的话，有什么好处？职灾定义也是很快就会知道，因为我们是属于记者工会嘛，对不对？那记者工会就具有就是记者，所以记者是24小时会做采访的，对不？以细点间弄来做采访，啊，以细点做采访完，有可能刚好一个新闻重点嘛，半暝两点按时要出来，哎，从做经济的对吧？哎呀，记者正在在，这个时候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一系不是被采访哈，可是可以因为这样，这可以非常很简单的处理，安尼嘛是算职灾，哦，那所以说以。职灾身份就医的话，劳保以劳保身份就医可以就是免除部分负担，出院伙食费，加上我们部分负担，就按那种一般的一般费用，按那改到给或按那改到这种费，这种五的或者天安的。按个呢，我如果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职灾，很简单，我就是一样先用健保，你做经济委顾问，那我们只要多少一起上面讲，每个人的离心工，我到底是职灾，不是职灾。
没这么麻烦，就直接就医就好了，也用健保卡。不过呢，我们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那个，就是有一个申请书，核退申请书。核退申请书的部分呢，七缸来对哦，七缸来对。我们公会会提供一个全民健保，就是自便好、哦、核退申请书，公会提供给我们。按只要讲按的收据，按开的钱，全部遐个收据收据拢起来。啊，然后公会提供把这个单据的把这个申请书写好之后，公会给帮安签。艾迪，我们告诉你们每一个申请书，你要带的是你家己的证件、以往影印本，还有你的账户影印本一定要带，因为安怎讲，啊无人要叫要汇款回银行上，啊无你若无欠的时候，我会当提供我的账号影印本。如果你们真的刚好没办，他们都买当地的捐献来公会嘛，没办哦。这是题外话。好，那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关于这个部分，好，那我们往下走。那继续来讲的话，我们来看到就是残的部分，就是所谓的失能，哦，就是可能暂时失去工作能力，是暂时的是被叮当啊，哦，得失能。那失能的话，得残废的意思嘛，哦，按讲简单一点就叫失能。可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，它就有分成哦，普通或者是职业伤病，哦的那个就是请领资格。那最重要就是说，当我们发生时事情的时候，记得能当来对哦，能当哦。两年内一定要提出申请才会能当，那、啊、你有失去权利。好、哦，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举一个例子，请我进检，哎，那时候就是我 DA 的指挥米大讲义，给我等着一个客户，就是伊是一个一种大陆青年，我看伊开拢做不准的呢，哎，当阵一点，那当阵是因为下昼差不多七点外，哎，我肚子很饿，啊，在附近拜访客户，好多天啊，我看伊大陆青年，看伊。我看伊店吼，愈少人，我也愈想要去。伊安尼讲，安尼吼时间通跑百公里，吼，这安尼你知影嘛？咱做生意就是安尼，爱主动积极，哎，啊，所以我有抓伊啊。我感觉我想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個、老板看安尼，哎，规个面拢有所做的提供，我就发现伊到有钱。然后聊天的过程中才知道说他是打工的，他、啊、因为他还没有身份证，所以说伊就辛苦。还有一个加上他又跟我叙述说伊老公的经过，他老公是一个铁工剃工啊，伊有一种剃工厂的工人。然后剃工厂的工人呢，已经有一单我要工课啊。剃工厂的工人啥会无工课呢？伊讲伊老公去有剃晒处理目睭，啊处理目睭以后呢，结果迄个目睭烂去。把酒暖饮料装人工水晶体，啊，装人工水晶体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一定变失明啊，好、哦、对吧？可是呢，在劳保的定义来讲的话，因为医生证明哈、哦，这我那行政工医生证明这边啊，也是可以申请这一次两年内，除了两年内申请，还有医生证明很重要。然后结果他说一年多了啦，然后我讲啊，您干嘛申请？伊讲头家给五万给老公，叫老公讲卖来上班啊，会不会很扯？然后她老公因为自己外面的外观有点那个，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所以伊刚刚讲伊无想要外口食头路，所以呢，伊当他四十几岁尔，嘿，安尼无想要外口食头路。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很辛苦，因为一个一个宽安该宽囝，哦，啊个爱个烦恼家己的娘家，因为从大陆嫁过来不一定家境很好，大部分都是学大很好，嘿，啊对，因为安尼，那所以说我讲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讲我敢替你当，我讲哦，关于这个部分的话，可以申请好几十万的，过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靠，可以让你的，会当签下的钱，我哎呀，我讲，我总共会当签超过五十万。啊，安尼你敢要做我朋友？我报你听，哎，当然是要啊，安尼。结果我今天帮你签就七十几万，不用透过劳保黄牛，真的很重要。第一个，它就是。两年内嘛，我一共一年多，一共搞不清楚是一年多，我一年多两年没有，讲应该还没，所以结果就是那一天的话，她说她先跟她老公讲，她老公生气，她老公不喜欢把很多事情给怪人知道家里的事，结果一看脸膜，隔天她打电话给我说，我就过去，我过去的时候发现她真的是装人工，张姐就是那个眼睛的假眼球移除的变人工水晶，然后结果呢，我就看她的医生证明上面，医生证明她写的就是说。伊等下讲吼，伊等下讲视力仅剩余光，视力仅剩余光，意思是讲安排去搁看无，搁看无余光，搁看无。安尼两对啊呢？安尼当然保险你两千袂对，劳保嘛千袂，内面你搁看无，一定是失明，迄毋叫失明，叫做看无，即是视力之败安尼。所以说到最后面，而且他是在荣总开会来讲，你该当叫伊开右眼。
视力剩多少，左眼视力剩多少，啊，不过你是右眼吼，是人工水晶，说右眼的视力应该是零，对不？所以说，结果一去的时候，伊等来老公啊，结果他就隔了一个礼拜之后，他就做了这件事情。伊等来老公，哎，因为医生改名，你怀疑我的专业，你怎么可以叫我医生这里重开？医生干嘛？你敢信？健身毛病，咱做喊得出名来的。多滴溶肿，啊，叫溶肿，我的鬼，一滴直观啊。然后结果就去龙总，龙总结果我有客户在里面，然后结果我就去找到那个认识那个医生的那个其他的医生，我就来公结婚的。我只是现在一个给下规定呀，一些专业我们绝对相信，请他多写右眼多少，左眼多少，安尼就好了嘛。好，一些视力右眼视力，给下右眼视力，啊，搁下左眼视力，安尼就是。结果伊原本伊国泰来讲。一视力仅剩一光国泰，他有投保可以赔30万，也没办法赔。然后劳保局标可以赔70万，也没办法赔。可是因为经过了安尼右眼给下右眼能医，哦，那个给下左眼能医，安下西医。安尼两种用的，咱赔偌济？咱赔100多啊。哎，刚好可以打个广告。所以说这个部分是不是很重要？而且还有最后加上一个桥会能当，以前也桥会能当一个非常切。阿哥，我爱加上一个专业协助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也正好从此的过着幸福美满生活，哦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哦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哎，那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 EA 的理赔标准，那，啊，这些的话都不是很重要，因为有关残废1到15期，阿哥发放1200天，哦，那，啊，这个的话呢，我们直接看实例好不好？看一些举一些例子，我有举一些例子要给大家看。哦，伊的分残废理赔，哦，安好光眼睛对吧？那包括当然就是这边，这个的话就是只有劳保才有这个，劳保一旦清这一块子给我，没有，劳保一旦清这，啊，我们来看实例，哦，举例来讲的话，头部、颈部、脸部有疤痕，颈部以上加无疤痕，看会到的话，唔免得之前牙膏，满面的闭斑，哎呀，反正就看会到的对啊，来当上关当清75万，75万6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权利哦，这是要让我们大家情况，啊，这些的败言。最高不是43万。啊？最高。最高。不是43万。是全部，我是说以头部、颈部、脸部，当然它有成格，全部都细部。是脸部超过5。嘿，第二，洗衣的强制险，强制险嘛，5，嘿，第二，所以我叫我下期间的强制险买上，像社工，你在做注意嘞。像若这个的话，你们以后就是可以问，嘿，外道免费咨询，让各业了解一下，啊，哦，嘿。没掉，第二门关没开启，按快掉点了。好，阿克兰就是我们继续看，就是它有脊椎这个部分哈，哦，就是那个什么容易金色的功课，加，那我要给你开最高哦，最多可以申请92万4。当然这是劳保部分，那当然如果是强制险的话也是可以申请。那还有耳朵这一些的话，哦，另外颈部保险的签入险可以申到130万，然后牙齿掉5颗以上。当然不是牙齿掉，我可以上后背嘛，让它取一些，因为2000很贵，是不是？这边哦，像什么喉咙杯啊、胸口里面好东西。那像这里的话，哦，心肺肝的话，这些小孩他现在的话，可是因为有太多人不知道，他可能会觉得说，啊，这些我可能当切，那我可能当切。那一般就是听到那个别人说，我另外贴进去，他就要提我这个。其实因为他老，哎，那些人没有比我们还厉害。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读同一本书，哦，第二个都读同一本书，无可能比我厉害，哎呀，只是讲伊比我较艰苦嘛，只是我无接触到公司个员工，伊无先，啊，不过我是做热心，我做热心替大家服务，好，那我继续往下看，那我刚刚讲到这边的话，再来的话就讲到老，哦，残废团队这个残废身体是我们工会提供的，哦，给他看下，给基金，哦，那一样也要解附我们的相关证明文。那得给熊标的其他列存折封面影印本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以提供。Why 啊？就是像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那再来就是看到老的部分，老的部分就是讲，按老的时候要领几啊？要领几？这都重要哟。一次清理的话，跟逐月清理，我这是无敢看，大家会不会就一次清理，甚至月逐月清理？哦，对不？是不是？